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00。或者格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00，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塞塔总理希望泰国国际航空公司今年内重返股市。上议员参选者人数48,200多人，比目标低了甚多。商业部助理部长与卢森堡大使会谈，邀请对方扩大在泰国的投资。泰国意大利商业论坛集中于帮助泰国 SME 中小企业打造食品和时尚产品。商业部公布4月份出口恢复增长。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塞塔总理期望泰国国际航空公司今年重返股市。塞塔总理已下令财政部加快调整计划，将泰国国际航空公司从业务复苏计划中剔除，争取在今年底让泰航重回股市。因为目前泰航的财务状况被认为处于良好水平，房地产销售带来利润，游客数量增加带来良好的商业表现，而出口方面也有所改善，包括了减少员工50%以上，重组员工薪资结构等，这使得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这比原来计划快了5到6个月。泰国国际航空公司原计划在2025年4月至5月重新上市。政府希望泰航尽快重新上市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激励泰国股市，并且政府希望成立一个新的泰航董事会。目前泰航还必须在复苏计划管理委员会监督下运营，这使得其没有管理和执行政策灵活性。鉴于泰航是国家航空公司，财政部将保持其股权比例在40%，以免其成为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必须遵守法规，从而限制了管理弹性。考虑到航空业竞争激烈而且变化迅速，有必要迅速而且全面的管理航空业务。财政部已准备好从原本的200亿铢增加到1200亿铢的资金，一旦决定增资，财政部将立即行动，包括了透过预算拨款和退薪基金。泰国国际航空公司第一季度业绩显示，总收入达到458.9亿铢，比去年同期的389.5亿铢增长17%，营运利润为111亿，净利为25亿铢。上议员参选者人数48,200多人，比预估低了甚多。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长斯文透露，内政部行政厅报告本月20至24日的上议员参选工作情况，共有48,226人，比原定100,000以上的人数低了甚多。中央选举委员会原预估新一届上议员选举将竞争激烈，可能会有大约300,000人报名登记参选，但是本月20至24日的参选人数只有48,000多人。根据中央选举委员会定下的规定，
参选上议员者不得印发或者张贴宣传广告牌，不得做任何自我推介广告行为，禁止有涉及煽动行为，就连透过数字平台打广告或者详细自我介绍都不可以，而且不能让其他涉及政治人士帮助推介。如果候选人有上述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罪责。不过根据前两日的修改，参选人可以在电子媒体自我宣传。商业部助理部长日前和卢森堡大使会见，邀请对方前来泰国扩大投资。商业部助理部长苏灿透露，他获得副总理兼商业部长普探的指派，日前会见卢森堡驻泰国大使赫迈。商讨中，双方都看到了两国贸易投资的更多机会。卢森堡在提供金融和银行服务方面极具优势，技术先进，是欧洲资本的重要来源。目前卢森堡在泰国的许多行业都有投资，包括了物流、卫星、钢铁等。泰方已在基础设施和熟练劳工力方面做好了充分准备，并采取了各种投资促进措施来支持卢森堡增加投资。卢森堡大使通报了副首相兼外交部长贝泰尔访问泰国的情况。今年年底，卢森堡与工商界人士一起推动对外贸易与发展合作，初步有兴趣与泰国的 3D 打印、汽车传感器设备、向绿色转型的创新等先进技术领域合作。此外，泰方也请卢森堡作为欧盟成员国，支持泰国与欧盟自贸协定的谈判，协助尽快的完成谈判，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扩大泰国与包括卢森堡在内的20个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并要求卢森堡支持个人护照免申根签证。卢森堡大使表示将在这两个问题上提供支援。泰国意大利商业论坛有助于泰国 SME 中小企业打造食品和时尚产品。泰国总商会和意大利商会于本月20日在意大利罗马举办泰国意大利商业论坛。本次论坛得到了意大利驻泰国大使迪奥尼西和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 BOI 办公室秘书长拉利的大力支持。两国司令部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共同促进贸易和投资，发展数字化和永续性，以及促进泰国中小企业 SME 在未来的发展。副总理兼交通部长苏里亚出席了这次活动的开幕式，并带领交通部管理团队向意大利私营部门介绍了泰南路桥计划。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向意大利私营部门介绍了在泰国投资将获得的投资奖励，如运输与物流、建筑、能源与循环经济、航空航天、农业、时尚和生活方式、数字科技方面。目前有不少泰国企业在意大利投资。意大利商会会长普里特表示，意大利和泰国商会之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旨在加强两国的经济、贸易、投资关系，并发展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包括了促进和交流资讯、知识和经验，以及促进组织之间的联系。从经济规模来看，泰国是东盟地区第二大经济体，同时还提供了通往亚洲其他经济体的便利通道。泰国本身的人口为7200万， GDP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较高，今年预测增长 2.8%， 明年预测增长 3.5%。 去年泰国与意大利贸易超过40亿欧元，分为出口19亿欧元、进口21亿欧元。泰国主要出口机械、纺织、服饰、电脑、
电子设备等重要产品，其中中小企业占大多数，而意大利在发展中小企业方面经验丰富，并已做好帮助泰国提高中小企业水平的准备。泰国总商会主席三南表示，泰国司印部门此次访问意大利肩负重要任务，除了在访问欧洲期间支持政府，泰国总商会与意大利商会签署谅解备忘录，主要内容是共同促进各个业务领域价值链的贸易、投资、数字化以及永续发展，打造贸易框架，促进双方加强合作，包括中小企业在食品和时尚领域的发展，尤其是将泰国丝绸提升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从讨论中可以看出，意大利已准备好向泰方分享技术和设备，以提高泰国丝绸的质量，使其更适合使用。这将为泰国丝绸进入全球设计市场打开更多机会，也将为泰国丝绸的整个价值链带来益处，包括了农民和设计师。商业部宣布四月份出口恢复增长。商业部贸易战略与政策办事处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泰国的出口为232亿7800万美元，约合8340亿1000万铢，增长6%。如果扣除与石油、黄金和军事装备相关的产品，则增长11%。泰国出口恢复增长与国际贸易货币基金组织观点一致，即认为世界经济从全球平均通货膨胀放缓中复苏，促使消费者信心上升，这对全球制造业产生积极影响，许多工业产品的出口有所改善。虽然受干旱天气影响导致农产品产量下降，但是价格随着世界市场的需要上涨，部分农产品出口持续增加。需要关注的出口市场是中国市场，今年四月出口下降7.8%，连续第三个月下降。出口下降的主要产品既有新鲜及冷藏冷冻水果、果干、橡胶制品、塑料颗粒等。出口增长的主要产品有计算机、设备机零部件、木材及木制品、天然橡胶。今年前四个月向中国市场出口滑落6%，日本市场方面下降4.1%，连续第三个月下降。出口下降的主要产品包括了汽车、设备机零部件、化学品、机械和零部件等。出口增长的主要产品包括了加工鸡肉、电器和零部件、电路板等。今年前四个月出口下降8%。美国市场方面增长26%，连续第七个月增长。出口增长的主要产品包括了电脑、设备及零部件、橡胶制品、传真机、电话。出口下降的主要产品包括电器和零部件、无线电接收器、电视和零部件。今年前四个月出口增长13%。欧洲市场方面，全部27个国家恢复增长20%。今年前四个月出口增长6%。东盟市场5国增长3.7%。听众朋友，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您的收听。